这按摩器真的好使吗？走，拿货。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东西拿回来了，咱们开走。这个按摩器一共花了咱们49，价格属实不便宜啊，不过拿在手里还是有一些分量的。这个是它按摩用的4个爪，这个是它的4个按钮，这里是充电用的，现在已经是满电的状态了，咱们现在去感受一下它的使用效果。走着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运行轨迹啊，有点像类似这样的感觉。咱们现在给它戴上啊，戴上以后就是这样的效果，感觉有点奇怪呢。给它打开，嗯，来了，甜甜们，哎，别说，还挺是那个意思啊，就像你正在泡脚，技师在后面给你双手这样抓的感觉。这个呢是调模式啊，咱们换一个模式啊。这个模式呢就是这样的感觉。再换个模式啊。啊，一共就2种模式，一个这样抓，一个就是这个。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后边有温度了啊。最下面的这个是档位，调个档，速度会变快。它这个一次呢是10分钟，咱们给它做一次感受一下啊。嗯，到时间了啊，甜甜们，哎呀，快睡着了，咱们先给它拿下来，确实有点那意思啊。甜甜们脖子上好像有点泥儿啊，给人这里都弄脏了。这个按摩仪咱们测完了啊，先说说它的优点，能按到的地方确实很舒服，是那么回事儿。如果肩膀这里酸痛，用它按一按，我觉得是可以达到一定缓解效果的。再说说它的缺点，缺点就是能按到的地方太单一了，仅限于这里。不过这个不是关键问题，关键是这个价格卖的属实有点小贵，要是再便宜点就好了。大家觉得呢？